大家，我们到迪士尼了，而且今天天气超好。我现在要去领生日徽章。我们要先去玩第一个叫创极速光轮，加上今天的天空整片是蓝的，好夸张哦！待者为寇，你会是哪一个？超酷的哎，超帅，我疯了！像我在排队的时候，哦，这样好像纳美人。跟大家说，因为我的三脚架被没收，又是寄物，所以我今天可能都会很晃很晃，然后很近很近。我呗，这边真的超酷的，好开心哦！好累哦，很好玩。一定要来玩，真的一定要来玩。他会突然冲出去，然后再停，再冲出去，再停，然后整个画面都很好看。我觉得画面感很蛮强的。刚刚收到第一次生日快乐了，因为我去拿了这个。看我今天可以收到迪士尼几个工作人员的生日快乐。极速光轮真的很好玩，大家可以来玩，超赞！超赞！今天有空可以再来玩一次。过年生日快乐！我们的和平就看你了。我是第五名。哎，不是。太空王牌。不是，越上面越强。巴斯光年就是一个射击游戏，挺好玩的，很适合小朋友。我们来到第二区，帮帅哥拍照。一头猪哎！这里已经太好玩了！马上到了，这看起来好晕哦。但大家看起来很快乐。哇哦，非常的东方。上车后，前方换角面压箱往下，上车往里走，快点上车。全部都是维尼，超可爱的。
级可爱。我们在排七个小矮人矿山车，阳光。他说要排，就上面是显示50分钟，那我觉得其实都还蛮快的。平日来真的可以舒舒服服的玩，不用冲来冲去的。童话书的表演。啊！快打开看看吧！哎呦，不行，米奇，万一里头有危险怎么办？危险？不会的。睁开一眼没关系的。Bring the bare necessities of life. Wherever I wander, wherever I go.什么奇妙的奇是这个奇吗？别走了，他要敲雨人了。哇、哦，好香，整个都是烘焙的味道，奶油味。Hello， 我们刚刚中午吃了一点东西，现在来排飞越地平线。这个现在大概要等50分钟，它就是5D 的那种，很像 VR 的东西，可是它是你整个人直接带你到那个世界，而且还有香味，有草味，5D 的，超推。这可以干嘛？哦，什么都没有。请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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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现在在等雷鸣山漂流，希望结束之后我的头发还没毁掉，因为我还没在城堡前面拍照。这边还有气氛哦，我们在加勒比海盗区，哇，他还有把衣服弄出来，这个造景，我给500分。这个天空我给600分。你笑起来真是太可爱了。妈妈过到了。游行怎么样？哎，其实还不错哎。除了那个跳跳虎的衣服真的太荧光，超像盗版，其他我觉得超棒，而且歌队满面笑容，我觉得很棒哟。而且跳舞的也都长得蛮好看的，衣服也赞。现在大概4:30，我们要来取这个城堡的景。现在11月已经有圣诞树了。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气球超可爱，
可是拿回去就会变垃圾。虽然算了，不要花这种钱。城堡，天空，哎、欸，这个天空就是迪士尼的那个前面的那个画面的天空、欸，哎，今天天气真的超好的。夕阳光真的太美了。明天这要么着急吧，等我回来吧，再去吧。哇，好美啊！我们等烟火前来逛一下迪士尼小镇。大只的唐老鸭，好好笑这个章鱼超可爱，然后这个也超可爱，这个也超可爱，这个也是一些漂亮的东西。是迪士尼100周年，我觉得最好看的是这个，这个超好看的，哎呦，塞，被塞在这里。我们大概玩完了，现在在卡位等烟火，今天从8点多一到。就进来到现在7点半，然后我觉得这边它的整个乐园的氛围感非常强，大概玩了5-6个设施，每个设施里面连那个介绍啊跟一些游戏须知都有融入它的主题里面，我觉得很用心。遇到的工作人员什么都会跟我说生日快乐，整个园区非常好拍照，游行也很棒。就只有很多歌都是中文，就觉得，但可能这里的小孩会比较听得懂。我觉得表演的那个剧场也非常棒，他连舞台设计跟整个歌队啊，还是演员现场演出都很有水准。闪耀，一起去向那个充满光亮的未来。
自寻烦恼，难无悔。那就快走，我不要再回首。你到底对我无情到绝配？
今夜共度，是光引领我们向前，而你就是那束光，无论何时抓住你的光芒，相信